传统的天干地支学说源自中国远古时代对天象的观测，以探讨天时对我们的影响。今天是6月24日周日，农历5月11，干支组合为戊戌年戊五月丁亥日，丁火在天干中为阴火，代表灯烛之光，为我们指明方向。但天干戊土泄身过重，地支亥水相克，做事要循序渐进，以防御为主。在这样干支作用关系下，今天哪些属相吉利呢？今日寅虎为吉，寅虎五行为木，内藏甲木、丙火、戊土，戌年五月与寅木相合，对寅虎有利，不仅利于团队合作，也利于事业发展。今日丁亥、寅亥相合，格中有生，利于学业及合作。丁火透干，利于才华的展现。今日未良吉利，未良五行为土，内藏丁火、己土、乙木、戊午之月。火土两旺，干支生辅，状态良好。丁亥亥未相合，利于事业之运。天干丁火透干，未印星，利于学业与贵人相助。今日卯兔中吉，卯兔五行为木，亥卯未相合，格中有生，利于学业、贵人相助，也利于团队建设。丁火透干，利于才华的展现。祝本文提前一天发布，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DONGFANGYXANG， 一起品味原汁原味的粥。